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太狠了。这个男人叫大壮，像往常一样租了 MT-09201 款。刚骑上街，果然遇到了三宝。大壮按了喇叭，一顿输出后，四轮驾驶被彻底吓傻。我想拉断呐，我不叫。我是猪的，别拉。别断了，我看我俩打不死那个反猪啊！虽然路上坎坷，但还是辗转到了目的地，跟朋友炫了耀，并测试了 MT-09201 款。这样子转又翻车了，五度十度吧，对吧？感觉五度十度就差不多，对吧？哎呦呦，刚才听到地很哼呐，刚才因为你现在用蓝牙耳机的关系，所以可能外面环境我没有办法听得跟我听苦，其实是蛮大声的。有刚好听到哼音啊，就很高音乐的。大壮很给力，一顿骚操作之下，摄影师被扒到了108000里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就要出意外了。原来是假动作。刚刚怎么了？我刚刚三退后声音很好听，我想说二退一站站好了，自己。没有，你刚刚怎么退那么大？哎呦，油门太多了。哦。